要上瑜伽的心得吗？还是要感想？要心得加感想。我们上瑜伽其实有两方面的收获，一个是精神方面，一个是身体方面。那精神方面包括说打坐，那当你打坐的时候，闭上眼睛，其实你看得更清楚。那你坐在那个瑜伽垫上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可是你的心是却扩展到全世界，这个是在精神方面的一个收获。那另外身体方面那就更不要讲，因为瑜伽对身体的伸展、肌耐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。那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美丽老师的教导之下，在上课是很轻松的气氛之下，所以我这两期下来收获很多。那我觉得学习一个东西哈，天时地利人和非常重要。那这里地点适中，上课环境很好，再加上老师同学之间都是互动良好，所以学习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，并不会有压力。那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每一个同学都会继续的向老师学习。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个班有更多有兴趣的同学